这边来看你咯，你那袂使啦，安尼袂使啦，因为这人的哦生意场所，对，唔通讲吼造成讲人的困扰嘛。啊，你也看到，你也听啊，因阿讲。哎，我也改个又出来，嘿，安尼较好。 到底冰柜也得哦，就咧卖冰嘛，内底咧卖冰，哎呦，你咪来得到，你咪来得安尼啦。安尼哦，啊你感觉安尼，这囡仔这行为你感觉啦？啊，那贵妇囡仔袂使啦，安尼袂使啦，因为这人的哦生意场所，对，唔通讲吼造成讲人的困扰啦。啊，应该吼，因家嘛爱管教，哦，啊，让因啊讲吼尽量卖靠近。 啊，你也看到，你也去啊，因啊讲。哎，我也改个右转。对，安尼较好。嘿，因为这因啊较唔知啊，可能你想讲几岁啊，他讲几岁。可能不中啊，高中啊。哦，安尼较无，较无。七月十四日晚上9:50，在高雄市三林区大爱路上的一家超商内，一名年轻男子趁着店员不注意的时候，躺进 店内的冰柜内，并由同行友人录影播网，导致冰柜内的生鲜食材全部下架，店家损失15,000块。本案已由店家向警方提出毁损的告诉，涉嫌人的身份目前由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中。